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今年暑假，阳明大学的医学院举办为期一个月志工关怀科普活动，主要对象是台西偏乡的各中小校的学生甲老大人。因为现在科技发展，电子产品等流行，为了要宣导目睭的保健观念，配合这次活动，有一间全国连锁的目镜公司，除了安排专人来上课以外，佮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查以及送目镜活动，也吸引到袂少民众来参加。阳明大学医学院的志工下乡关怀服务，针对乡民的视力保健方面，邀请专业的验光师来讲习上课。尤其是智慧手机、平板等三 C 的产品流行，视力真容易因此来受损。那 LED 的面板，它毕竟都有蓝光，哦，那因为很近，哦，那这个蓝光，哦，它会，哦，穿透到我们的黄斑啊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做一个适当的防护的话，长时间的话，对黄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。长期间来使用手机啊、平板、电脑，对视力影响真大。为了要避免目睭受到伤害，验光师嘛教乡民如何来预防。哦，第一，当然少用是最好的。那没有办法的话，那你要我们要做一些防护。那这些防护的话，我们这个眼镜我们可以，哦，做一些可以阻绝蓝光的一种设计，比如说啊，它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就是用吸收式的，一种就是用反射式的哦。那两种都有这种效果。那吸收式的话，理论上会比较好一点。另外，因为台西乡老人人口比例高，针对老花眼目的部分，这间全国连锁的目镜公司嘛有提供免费的服务哦。然后给年长的人呢，知道年纪42岁以上，大家都会老花。而老花是自然的眼睛的一种退化而已，那这只要正确的验光配护老花眼镜就可以解决的。而我们也有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个配件，我们指定到我们北港店这边去做一个验配，免费的验配这样。我们摆来检查目睭，啊，要把它免费交代。我看看，唔要摆咧，无嘛，干哪要摆？啊，你有近视哦？老花的，老花的，那散光的。啊，你都学着啥无？学着，看着讲看哈六千，啊，佮话讲食目睭啦，要较好咧，爱加食维他命 C。这次的讲习主办单位有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查和赠送目镜，吸引民众排队来登记。透过这场宣导，参加的民众学到真多目睭保健的常识，希望能减少乡民视力的伤害。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